舒服。小心哦，你不要走在边边，你要吃到。哎，还有辣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哎哎，看哪里？不要再看辣了，不要再辣了，不要再辣了，不要再辣了！要到那边，我们的那个主要的操作台在那边。今天有那个大的活动哎，真的呢。我们上次不是办过一个柴犬趴嘛？对。然后可能有一些检讨啦，不太好的地方是，包括吃的东西，我们要怎么改进？好吃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有客人反映说，上次呢那个食材都比较大，希望可以做就是可以一口食的食材，一拿就可以直接塞嘴巴的。是吉娃娃的口还是那个柴犬的口啦？好，所以待会分工一下。然后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大厨旁边的助手吴兄。好了，你应该很厉害吧？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因为毕竟我当他们的二厨也大概有5年的时间。好，但我们跟你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调味料，都不用提醒。那应该简单更多，我觉得。对对对，但其实最主要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要学习怎么跟宠物互动，跟毛小孩互动。对，就你要了解他现在大概是什么心情、什么情绪，然后你能够下一个指令他能完成。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准备的都是给今天的选手这些一口食，是我们待会会有这个宠物的才艺大赛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这个为了鼓励我们选手尽量煮好吃一点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准备那个黄金福袋，黄金福袋还有鲑鱼饭，鲑鱼饭上一次有新鲜。黄金福袋的意思又是看不出来里面是什么？对，吃了就吃了吧。就稍微加盐放进去，是不是？没有熟也没关系，没有啦，会熟啦。好，那请问要动到锅子的是谁？我，你跟武装好了，武装对，好。那小曹，我们还是切菜。那听说你今天有很厉害的东西耶？没有啦，我就是学会那个宠物的马卡龙，之前有学过。厉害啊！听起来就不得了了。马卡龙听起来很厉害，但其实还好，不用烤。不是，马卡龙不是有很多的糖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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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宠物吃的。我用那个鸡胸肉代替那个皮。哦 ，OK。它其实肉质含量比较多，但也有营养均衡的成分。太好了，所以其实真的看我们节目会学到很多，哎，好不好？我们原地三开，下。好 ，CEO 要去喝咖啡了。不是，你要切菜了。我要切菜哦。对 ，CEO 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请问我们要切什么？切成红萝卜切细碎，然后这个还有水莲呢，水莲要烫。哦，水莲，那你们先去烫。水莲用这个烫。哦，好。这里。哎，我们很快的结束这一切。来，你把胡萝卜拿进去。哇，可以了，胡萝卜我切好了。多好用，看到了没？我帮陶妈妈切怎么样？高丽菜是没有问题，我们立刻把它搅碎。哦，太好了。高丽菜也要这么多吗？还是半颗？半颗就好了。对，可以接我的锅。哦，小心小心。雪雪。哎，棒球队的，你给他菜刀压下去哟。在户外根本看不清楚，可以吗？傅凯，你那个苹果哈，是应该不要现在切，你什么时候要弄？会氧化。对呀，会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其实那个煮很快。对呀。对。你那个要煮的时候再切，可以可以，够够，没问题。大家煎鲑鱼。高丽菜可以碎一点吗？可以碎。好，人多碎就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每次都估错量，这赶快收起来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哦，你先放刀，先放刀。没事没事，他刚飞刀掉下来，这样砍我的手指。你到底要消灭几个人？你说。好的。小曹的职业是杀手。天哪，好久没有在户外做菜，真的，这什么体验？想象我们在欧洲，我们在瑞士啊。瑞士，没办法。这个火。对啊。他们会不会又切完吗？火都还没滚。我觉得是因为风啊，它的火没有集中，是，就一直散掉，先挡着。你看边边超烫的，是什么画面？固火，我把水分吸一吸。好啊，大家还不会油爆。不是因为太黑，对。所以傅凯就是这么长，没错哈。啊，不是那样子的啊，那是怎样子的？它这样子，薄片，薄片啊，是薄片。是不是其实用这个刨刀应该可以刨出来？那么薄哦？哦哦，你要给它转成一圈，变成寿司的概念。
咖喱玛西达，这个我可以吃掉。好，这个三条，三条，这样子，对啊，我把它吃掉。它是火被吹熄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哎，风大都散掉了。那那个水很久没滚，怎么可以这么久？哇，这个更没有动静，不行，这样子太。不够宽了，对不对？不够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个黄瓜得是要平的，因为它背是凸的。你小心，小心你的手。有这种手艺活，你看，摇来，耶，摇厉害，哎，摇小心手。哇哦。所以啦。可以啦。好漂亮啊。这样可以可以。哇，那个火是。还是我可以进去借那个，我是去里面煮，好不好？你去进去煮，我来刨这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去跟他们求救。你拿一个那个铁的那个，里面可以借吗？里面是咖啡厅，咖啡厅有厨房吗？有吧，他们应该还是要煮熟食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有点荒谬，但我可以借你们的瓦斯炉或者那个吗？我们想要煮鸡胸肉，可以吗？谢谢。你把东西全部搬进来。我们在这边拆的是。对，你把东西搬进来。谢谢。来。蛋要不要先打？好，你先打，还是你先煎蛋皮？好啊，好不好？蛋皮是什么？它会就是要包那个用福袋的那个外面的那个蛋皮。哎呦，你交给他这么难的工作，这个应该你确定要24条的啊？对，24条。小心你的手，这真的很难弄。水啦，哎呦，你这条漂亮。肥来了，肥来了。那我可以调理机，你们还要用吗？应该不用了。不可以，我的蛋打好了，你还要干嘛？没有干嘛了，就等蛋皮。蛋皮谁要弄？我可以弄。你可以弄，那交给你喽。好。这个是完整的，有蛋黄，有蛋白。好。太热了。好。我去变伞给你。谢谢啊。有点重哎。我来。哦，有一点重。那我来。很重哦，我也是拿玩笑的重哦。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哇哦，哎呦，来来，等一下，有一点，对不起，我有点随风往这里去。你真的太威猛了啦！你就叫我就好了。对，是会倒，虽然有东西压，它会倒。好，等我一下。会倒哎，是不是有点失策？你确定？哎，我不觉得这个可以撑得住，用车子压呢。噔噔噔噔噔 ，Yes。哎，这个蛋皮是要干嘛用的？煎蛋皮就是做福袋的概念。很大一包吗？就差不多这个锅盖一个。就这么大一个。对，亲爱的，要加一点面粉。那个小夹子。亲爱的，鲑鱼给你顾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可以盛起来了。蒙啊好，蒙啊。洗洗洗洗，喝个水。我们的鸡胸肉。哇，你好了！切六块。很棒。好像很好吃。然后我要把那个豆炒里脊，然后鸡胸肉打成泥。它是不是可以边摇边那个？摇边打吗？还真神了。好恐怖。手摇杯。应该可以哦。应该要边摇边对。可以稍微弄一下桌子，动一下这样。啊，可以这样，点后整个这样，哎，点后整个这样，哎，可以吗？啊，那个插头掉了，吓一跳。这个用不到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好，很厉害，它有空间。哦，可以耶。Very good。可以吗？现在做春卷吗？我好怕它。可以吗？因为它现在很烫。然后很薄，好好小心，倒扣过来。哦耶，这个漂亮。哎，规定大家一边做事一边要唱歌。
跟我们环境有关或你眼前任何事物有关的，随便两句。五雄开始接龙哦，唱歌。就环境你看得到的，或你接触到的，或港捷都可以。有一整片蓝天。哦，不用唱太多，有版权放心。对，不用唱太多。他刚直接先唱最后一句，有没有？哦哦哦 ，OK。好，小曹换你。有鸟，有鸟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真的吗？鸟在哪？有啦有啦，你麻雀有啦。真的吗？麻雀虽小。你在骂骂脏话吗？麻雀虽小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过关。过关。来，傅凯。来讲那个。好难哎，要边做边唱，那个看起来很自在那张。哎呦，一个小河说，一个小河说，路多红路多，花来叫狗，你来叫狗，哇，伟进阶，我的天空，哇，好美好美，好老哦，不会，这我们儿时的歌。吹呀、啊、吹呀、啊，我的家房中。好像哦。瑶瑶换你了，换我什么歌？可以。歌哦，跟这里有关的。对，任何现在感受到的事物。小鸡哔哔哦，小鸡哔哔哦。小鸡？是鸡啊。小鸡在哪？啊，好可怜。鸡。做。好，瑶教我们大家那个怎么做？哈，教哦，我先把那个鸡肉泥，然后加一点那个。那个牛奶哦，牛奶还过筛哦，没有啦，因为那个奶粉搅不搅，搅不匀。奶粉这么高纲哦，你不是用现成牛奶？就羊奶粉好像狗狗应该比较 OK， 比那个牛奶。明白明白。然后呢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，就是马卡龙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说这样吗？我们要染色哦。对，大家可以。你要用什么颜色？这边有那个色粉。哦。但你要不要拿那个砧板过来？把它洗一下就可以用啊，我可以用掉这个水吗？你可以洗那个。哦，好。那可以用那个水洗咯。洗什么？洗砧板。先借我洗一下，我先洗完，你再洗砧板，全部都干净吗？可以换水，给你，然后进去换水。换水吗？我要不要顺便去换水啊？好啊，快进去。这个火真的，对啊。现在终于知道露营那种防风的那真的很好用哦，对，那种高山的那种瓦斯罐，哦，用怎么吹都不会，对啊，真的，吹得我的骄傲骄纵，骄傲放纵，哦，骄傲放纵，不是骄纵，对，是放纵。蛋皮，你觉得我们要弄几个？要不要做12个吧？不用，好像太24，啊，因为12只狗，12个人。哦，好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客人在吃蛮多的啦。好吧。我觉得这差不多了。好吃吗？嗯，你自己要吃看看。怎么不烫？哎，真的都不烫。不然不热，很像在吃。要不要焖？而且好像也不错啊。要不要焖？改菜哦。不改。不烧。他们也不知道，狗也不知道。你看，我还用那个。洗碗巾擦好了吗？他觉得我可能要一阵子，因为他这是触控的。我知道，我刚刚也是这样弄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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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。这是用个东西。你看，我还用那个洗碗巾擦好了吗？他觉得我可能要一阵子，因为他这是触控的。我知道。我刚刚也是这样弄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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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。这是用个东西，没关系，我就一直摸它就好。那我先拿回去哦。好。傅凯，我来了。那就六片。要什么？要切啊。什么呢？傅凯。是你梦见的就是你。什么东西？要做那个什么水果茶了。啊，那个还要再去洗一下锅子呢。哦啊。还是有别的锅子，不然哦，用那个啦，不然那个可以。苹果茶都是鲜鱼的味道，好像也不是来自渔会的苹果小姐吗？嗯，很新鲜，来自富基渔港。阿伟金去哪里了？我告诉你，他要去接一桶水。嗯，结果那是感应的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这样子的，可是要接一桶，所以他一直这样。OK， 这样不知道接到什么时候。这钱用个东西，所以我就把它固平均嘛。对啊。通常我刚刚发现这边比较容易熟，这边很久，所以这边可能要
好，动作要快点，那客人都来了。啊，都来了。我已经看有人在奔跑了。好可爱。他，我觉得他直接要来我们餐桌这里。我回来了，但是没有很多水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我把厕所都打翻了，所以你允许我去拖个地好吗？你快去。对。其实这个人让吃很好吃。对，这是人宠共识嘛。回家弄给我老公吃。可以。啊、你老公就是个小狼狗。哪一个？这个，一点。对。这样够吗？够了够了够哈。我觉得紫色也很好看，我再开一个、哦，好像可以再一点。你这个是栀子花，哎，栀子可以，这个厉害了，栀子花色素比较不会被破坏，很多烘焙大师都是用这个。可以的，可以可以，这样应该可以哈。先把它盖起来。刚刚旁边焦了哎。微微的没关系。没关系哦，没关系，差不多。那我跟你讲，直接这样给它划过来就好，这样就不会破。然后呢，下之前还是要一点点。等一下哦，它通常像用膜的会比较有用。好，不看，你可以赶快做好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吗？让我们有标准可以学习。我先按好。我是说那个饭卷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啊，非常好。饭不要太多。可爱。我这应该熟了。哦，很那火已经很棒哎，就是要这一种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重新加热吗？啊，其实不用了啦，尤其都熟了啦。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发霉？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是发霉食物？没关系，等一下可以那个两个颜色混在一起这样。熟了。哎呀！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小心！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啊啊啊！哦！啊，不行，要那个卡。他压不住。好，我这样。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小曹，你加油！小曹，你帮我们踩住他好了。咬你脚。其实这个色素真的要，是因为它是天然色素，所以很不容易上色。哦，这很漂亮哎，看起来蓝色很有眼，还不错啊。对啊，蓝色的肌肉很棒哎，我喜欢。粉红色好可爱。嗯，感觉好像梅果。把它捏紧，捏紧，再更紧，把它这样捏紧，压一下。哎，不是，你把它捏扁，你把它捏扁。好可爱的马卡龙哦，我现在要做给我家狗吃。哎，我们真的到了欧洲，是不是？超可爱的呀！还有什么酱？你现在弄什么酱？没有，就是地瓜，然后再把它粘起来，加一点无糖优格。这个福袋好可爱，做的。嗯，不烫哦。师傅，我觉得我越来越上手了。很好，炉子这三个可以吗？八八八，棒！你也很有才华，你要不要来考膳食组？不要。哎、欸，不用这样的、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！那个哈，你喜欢揉呀？把就让它这样子吧。直啊，这样。好漂亮啊！这一盘马卡龙真是棒棒的。谢谢。我好像完成了耶。是呀、啊，我们完成了。我们是四个马卡龙装一起吗？没有，还是各一个？各一个，各一个。好，那你装。哎、欸，我们只有一个盒子，对不对？盒子还没折，各位。Oh my god！ 谁会折？来来，我。会折。好，那你去折。可以啊，这边我来卷。我这边饭团也弄完了。好，所以。哇，这我自己真的都想吃。但是你可以吃看看嘛。可以哦，我等下试个味道。那个鲑鱼还要再煮，不够。啊？还有鲑鱼吗？因为福袋不够。有。哎、欸，一个马卡龙一个饭团吗？完蛋，你们饭团太大。太大吗？可能我试试看，要把那个小金盒拿掉，这样啊，这样可以斜的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哎、欸，一个这样一个这样，还有什么福袋哦？福袋。福袋真的太大哦。我也觉得福袋好像太大了。除非没有要盖盖子，不盖盖子 ，OK。那第四个是什么？牛排。在这里，哇哦，哇，你们还要煎牛排，太爽了吧！好，现在福袋还缺，哇，那我牛肉一二三四五才五个哦，你们还有十九个呢。对啊，早上还在那边没事做，没事做，没事做，就怕盒子都没折。没事，
就这样扣起来，扣起来。哦，好。我会折。我这样子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们福袋也可以放鸡肉，懂我意思吗？比较快。不要，对，不要再坚持什么要用饭了，因为这边有用不完的鸡肉，不要浪费。这边也有饭，我帮你把这个鸡肉弄进去嘛，好不好？要不要放一点地瓜？地瓜也很好，全部 everything go。小曹，你在干嘛？在等他那个。不用了，这弄起来不要了。那够够，来全部拿盘子。用蛋皮。对，因为我们改用那个，对，要用蛋皮。武雄，请问一下，他要翻面对不对？不用，他就是好的时候他自己会跳起来。起來好，我先把这个弄起来，然后把饭炒一炒。好。这样直接来，这样会比较快。不会，他这样会焦掉。啊、焦掉了。哥，好了，好，水。等下边边可能要，哇，水啦！亲爱的桃子姐，我想到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因为饼皮实在太久了，我们把那个饭炒熟，然后把那些球就放进去就好了。可以，不要皮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不用再皮了。可以，那拿到没拿到皮的会不会很不甘愿？就请他多包涵呐，没关系，那两片抽奖的概念，那两片就那个这个把它包完好了。这个虾子我可以把它放在饭上面。可以可以，好，那你快点。有这样就会比较平衡。对，看你要蛋还是要虾。我相信不是每一只狗都是拉布拉多或是黄金猎犬，对对对对。你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呢。嗯，可以，谢谢。你们两个一起比赛折合大赛，我好想做比赛。餐看起来好高级哦、喔！对啊，这比你以前做那个超美的硬的要死的饼干，看起来真的硬的要死。你们那时候一包多少钱？我也好想要拿200。200，那你觉得这盒卖880可不可以？哦，太贵了啦！哎，我有朋友去上这种课啊，然后做很漂亮啊，都要4800哎。4800，就包括食材啊、道具什么那些的。太贵。用菲力牛排是不是？这应该是和牛吧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些点心待会要给那个猫小孩红白大对抗，要给红队就那个，哎，刚好穿红色，常常你跟瑶瑶一队，好不好？你们带队，白队就是富凯跟武雄，好。然后伟静，我们两个来 Q 那个表演的，没问题，猫小孩。然后呢，高级表演完之后，人家就是你知道吗？很辛苦，然后你们就送两盒，一盒给主人。一盒给猫小孩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我说好，那我们都好了吗？哈，好了耶，出发，耶，漂亮，漂亮，很棒哎，我们怎么这么棒？等一下，随机应变能力很强，这个白的，这个白的，哎，还好地瓜泥有多浓。好了，我以后不会失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做这个才会很难看上你。经历过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我不会失业了。不会失业，而且你做这个是女人在做的事情。哪有分呐？不是，就是温柔婉约的。我刚才跟伟金讲，我妈小时候说，女生不会做菜，她会嫁不出去，所以国小我就进厨房。所以我现在33了，还是没有人要吗？不要想那么悲伤的事情。没差。不用这样子嘛。不会有人要的，最多有。没事啦，我看开的。对，好，猫小孩的这个才艺大赛要来了。在这边呢，我们有两队的队长，请问红队就是曹宁队长好。他为什么看起来是很迷惘的？对啊，迷惘，很累，继续忙，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讲哦，不管是哪一队，你们是白队，我们是白队，武雄跟富凯加油哦，谢谢，不管哪一队，记得人家其实等我们有点久，是啊，表演完之后赶快拿我们刚刚做好的，这好不好？礼盒，没有问题，送给他们，还有两盒哦，好，主人一盒，狗狗一盒 ，OK。那当然，这个才艺大赛我们一定要请到国际级的水准的名师。对不对？一定是要专业的，很了解毛小孩的。是的。首先第一位呢，他就是研究这个动物行为训练的啊，在圈内非常有名，他的 YT 频道也是很多人看。嗯，马上就欢迎我们的熊爸。Hello， 熊爸。大家好。啊，现在养什么？我现在养一只米克斯领养。哎，
尼克斯听说很聪明，很聪明。对，每一种品种都有它的个性啊。那今天你主要的评分是要依据什么？其实我相信哦，今天来的才艺都非常好。但我喜欢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狗人犬合一，人犬合一，哦、对对对，人犬合一，就是、人犬合一就是主人跟狗之间的默契啊，默契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要很好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到底这个智商的排列是？其实就看你要测试什么。如果说我们今天玩这种飞盘，对不对？跑跳的，当然牧羊犬或捷克罗素很厉害。但如果今天我们要做搜寻的，哦，那可能米格鲁就很厉害。如果今天要爱吃的，每个人的专长对，黄金就很厉害。看要烤什么东西。有没有你都没有提到柴犬。柴犬，如果要凶跟咬人，然后不理人的柴犬跟咬人，好像没有很厉害。凶跟咬人，就是哎，我回来了，然后。我们家有一个理人，也有一个不理人。有一个理人。对，柴犬就是不理人。不理，没有，它是日本的武士的精神。哦。你要了解。希望它不会切腹就好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熊爸，来，预备，熊爸 ，Go！ 熊爸好配合。好可爱啊！第二位呢，也是非常厉害的评审，因为他主持过金钟奖。还有。口条呢，非常的稳健。是。来欢迎视网膜。大家好，嗨，陶子姐，摩哥你好，听说你也是养得很寂寞的柴犬。对对，我跟陶子姐一样养的都是柴犬，饲养上确实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难教的犬种。哦，那你现在跟他还好吗？蛮好，就我们感情现在应该算蛮好，只是说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对狗会比较不友善。哦，对，了解。那你今天要用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来看才艺？我会期待看到比较不常见的才艺，或者是他们需要冷门才艺，对，比较冷门的才艺，或者是他们需要经过思考才有办法去做出动作。等一下，你家的会吗？对，我家的会坐下，然后会握手，也会击掌，但是大家的会的东西就觉得不稀奇。对对对，真的学得很慢。对对啊，那好吧，你那么严格哈。我其实有点担心，因为觉得狗狗都很可爱，也不太忍心对他们下毒舌了。好好考虑，没有被威胁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果然是一个国际的节目。这一位女明星呢，我觉得她非常可爱，又有才华。是。化妆成浓妆很妖艳，然后那直播素颜说：“哎呦，好清纯的小姑娘哦。”啊，有看过她吗？有看过她的 MV 吧？有，一定看过啊。没有听过她唱《几滴秋后霜》吗？唱过这种歌吗？各位要欢迎我们的 Jim Idler， 欢迎舒涵。欢迎。好漂亮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对，因为你在直播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邻家女，然后现在是像女神这样走过来，怎么样？小乔这样看到觉得跟一样。跟一样，没有差别，没差别，跟一样，跟那个荧幕上一样，一样，没有差别，一样。其实舒华自己有养狗啦。对，两只狗叫做叫哈库马塔，他们是贵宾，但是其实我有养柴犬。嗯，你养柴犬是柴，是柴，是柴，是也很寂寞。对啊，但是没差啦，就是有贵宾陪我啊。是不是？你看，都会陪我。你叫你的柴犬，它叫什么名字？摩雅。摩雅，它会来理你。它不会。对呀，它就叫它，然后就对这样子。人家说柴犬是喂猫，就是假的猫，对，就不理人，跟猫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你平常，哎，你是养在韩国还是养在台湾？韩国，在韩国。哦，直播时候抱那两只嘛。对。有人说它是什么炸鸡跟什么？黑炭，对，他说黑炭跟炸鸡呢，他就生气说谁是炸鸡啊？但是今天来你会用什么评判标准？才艺啊，才艺，狗狗的话，我会看他们热情跟活力。哦，热情跟活力，你就是被那个死气沉沉柴犬折磨怕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平常都喂狗吃什么？喂狗吃饲料啊，就是全部都是狗的，没有给他们吃人的食物。哦，真的，你但也没空啊，你那么忙，因为我们这边双帅富凯跟富凯，好，就富凯跟富凯，他们都会煮，他煮，对，真的。然后待会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礼盒，我们大家忙了一个早上，真的是手做的，好好好，还有狗的马卡龙，
天哪！对呀、啊，要不然带回去给他一个。可以啊，好吧，那这边看事主就不要吃了，也不是这样子说啦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再煮就好了。应该有锅的啦。我已经对你研究也是很深的。我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真的很害羞，因为都有在看他们的表演跟然后还有直播。我不相信你会跳哪一首？我真的不要这样啦！来 Tomboy， 要不然你要哪一首？我真的不太会啦。哎，你来教他一下，他都已经太会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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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简单的啦，你干嘛害羞？真的很，他脸超红哎。你一直不谈恋爱就是为了等他？没有，你连手臂都红了哎。对，我真的手臂都红了。真的？那你干嘛不看他眼睛？不是啊，就是因为他哇，好漂亮哎。对呀，尤其站在我前面。对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很漂亮，因为他真的就是他。那个白就是雪白，就是白到白里透红，真的真的。哎，你都吃哪一种狗饲料？哎，不是，其实我会偷吃他们东西。你干嘛讲的？真的，因为狗能吃的，人也可以吃啊。对，所以你都吃他们的，就他们如果有新的，就是我买新的食物，然后我就会先吃一口，这样子。哎。不好吃，也要试吃，太可爱了。他们就吃很开心，然后现在一直多好吃，然后就吃看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淑华先生，谢谢淑华，谢谢，哎呦，欢迎你哦。好，第一组我们就要表演了，是红队先还是白队先，还是要猜拳？红队。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第一组的比赛。好，我们红队第一个派出的是布布，布布，布布，布布。他会的特殊才艺是什么？他会跳，他跟我一起跳舞。哦，跳舞。对，再低一点了。没事，怎么了？他要干嘛？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可以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哎，我好久没有人从背后拥抱我了。好可爱，好心酸。好 Q 哦。哎，再一次。哎。有被狗从背后拥抱的感觉。哦，不，再这样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好 Q 哦。搭肩勾手，哎，他是男友系犬哎。对啊，男友力狗。男友狗，哎呀，这个颜色的边境好漂亮啊。哎呀，布布，布布你好。布布妈妈有跟我们讲说他很会跳，认真的跳。他的绝招是跳舞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动态的狗种。哦，那今天没有羊可以牧的时候呢，其实玩这些是最棒的。哦，好可爱耶！哎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今天的一个来宾呢。谁？淑华。对耶，淑华，他也要跳。你看你的发色跟你的舞了耶，你的皮肤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气质很像，好可爱。哎，那个波波，你我问你今天没喷香水？他喜欢哦，对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你要当明星的。桃子姐，我跟你讲，布布会一个很可爱的什么？他会从背后拥抱。不要喜欢是桃子，好可爱，天哪！真的是超 Q 的。我们两个真的羡慕。现在网友已经说好想当的节目，网友狂打字。而且今天布布的配色真的跟淑华一样，淑华你起得来吗？小心，小心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抓到。布布，我们都很谢谢淑华，谢谢淑华。那你可以跟就是跟大家互动，玩一些跳舞什么，在你的脚中间，然后踩着你的脚，哦，穿一起往上。好聪明哦。我没有看过这种哎，谁可以跟你一起？来来，你跟他跳一下。来，你可以。好。这个，对，好，猜他。哦，有了。对，然后一起往前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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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可爱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好可爱哟！我跟你说，可爱哟！你说，手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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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什么都给，我什么都给。你可以正面吗？你可以转过来，让大家看。不要这样，你可以先拉下，再转，坐下会累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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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是他演向日葵，没有办法转了，好可爱哦，这样跳古典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表演了，正式表演，好不好？我期待期待瀑布的表演。哇，真太高了，呜呼。你养了它还是别人的狗才会这样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塞，太厉害了！它的那个弹跳能力。天哪！好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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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可爱！好可爱！耶！哎呀，好灵巧！哇！哇塞！哦，好棒！第一组就这么厉害，我天哪！哇！厉害厉害，太强了！来，我们马上宣布今天的第一名！耶！耶！要给后面人面子吗？他是有参加过跳舞比赛，对不对？我们刚从日本比赛回来，那这已经是国际冠军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日本，应该是日本那边办的。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在推广，就是我有在教大家怎么跟狗跳舞。哦、我先问一下两位男的评审，雄爸跟那个司马，我们刚刚都说要人狗合一，你觉得有合到吗？有啊，非常有默契啊，因为他一个指令，他马上就完成他的动作。嗯，而且还有跟着那音乐节奏，就是其实他有些动作是背对着主人的，但是他其实没有完完全全看到主人的一些行为，但他可以跟上，我觉得那个节奏非常好。舒华觉得他热情吗？我觉得他可以，因为他刚刚除了跳舞以外，他还有发出声音哎，对，汪汪还有叫哎，跟着唱，对不对？對我觉得那跳哎，雄爸你会跟他跳舞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假的？雄爸来，我 freestyle 来一段哦。看一下什么，不要太远。他有哎，完全看到他，他要 battle 了。哇，好厉害，是可以，两个合在一起的，为什么？合在一起。跟谁去挑战一下维京兰下？我吗？瀑布，你跟我跳。瀑布，你跟我跳。瀑布，你跟我跳。哎，可以。跟我跳，瀑布，你跟我跳。这一首他不会，这一首他不会，完全没有合。跟我。合，哦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不错了，第一次跟他见面而已，厉害耶，哦，他是不是想吃东西？想吃东西，我们有做礼盒，有，今天我们不个别评分了，我们只是看红队赢或白队赢，好，没问题，那基本现在红队是满分，没有啦，大白队，赶快拿东西给他吃，波波，来看我们做的，早上做一盒，坐下。等等哦，看他吃不吃。等等哦，好紧张哦。我们先来吃一个饭团，好不好？吃了吗？他吃什么？饭团。好。哎，还有马卡龙。马卡龙。哦。哇！他真的一口就嘣，就这样塞进去。他感觉很喜欢。哎，来，维静，给你这个机会，拿给舒华看一眼。拿去。来喂一下舒华吃。用心。人跟毛小孩都可以吃的。哦，人也可以吃。哦。他吃了对不对？我们看舒华吃的怎么样？但是这是人真的可以吃的，对啊，但是肉一定可以吃。肉还是熊爸要吃看看，这个是马卡龙，看，然后这个是试试看，吃看看，这个是鸡肉，它的颜色好吃。OK， 谢谢。这个有点大口哎，慢慢吃吃看，等，好。哇！他们给掉什么？他吃完了。对啊，他吃完了。我们做了这么久，我想哭啊，终于。但是也谢谢他，谢喜欢我们的食物。他也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，他自己还有在控制力道哦。他不是说把全部的力道都在我的脚上面，所以我觉得边境牧羊犬呢是一个非常聪明，然后也很非常体贴、很有人性的狗。然后重点是他们会跳舞这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艳。就是今天我们第一组步步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红队大胜了，而且他是有去海外参加过比赛的。
见过大世面的，我觉得他稳定性真的很够。对，可是也是还是很期待，就是白队他们会有拿出什么样的才艺表演。接下来是白队是不是？对，白队、嗯。我觉得现在要邀请的这一位呢，就是叫做炒面。道具来了，哇，三帅帅阿个月，感觉他今天是要来气毒的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还是海巡的，也有救生圈啊。帅！我刚刚在访问他的时候，觉得他长得好像李元哥。啊？老公？老公？长得很像李元哥吗？对啊，这种气质啊。可是他有写少惹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有时候在玩那个玩具的时候啊，太兴奋吗？对，兴奋的时候，然后怕说人家抢他的东西。哦，好，那他今天要表演什么？他最喜欢玩这种飞圈。哦，炒面霸叫炒饭。原来我老公长这样，在你们眼里。哇，哇，帅不帅？哇，帅不帅？你这个是游击手哎。哇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爸爸没丢好。哇！太阳太大，有，太阳太大，要给他戴墨镜，要戴墨镜。是外野手，外野手。来了，呜呼，呜呼，哇！碎碎碎碎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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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怕！没事，快牙齿了，没事。哇！转圈表演完，好，好，喜欢，好，嗯，谢谢。那个炒面饭已经表演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点累，知道你帮我收拾。老板，我们来帮你，我们给他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赶快。可是要给他吃东西，我觉得压力蛮大的，因为他对不好吃的食物是会过敏的。哦，真的？他对什么过敏啊？对，他对不好吃过敏，不好吃，好难过敏的。可是如果他不过敏，表示我们弄得很好吃。有啦，有点麻烦。吃了吃了，二爷，他吃了，好秀气哦。跟想象中的不一样。他不是一口塞，他是慢慢一点一点，细嚼慢咽的哎。因为冰神物，所以就会让人觉得，哎，你要玩飞盘啦。好，蛋包来玩飞盘好不好？给面子嘛，给我们点面子。来来，其实他们这种工作犬就是这样。对他来说，工作的欲望蛮有力，吃东西还要好，他才可以好敬业哦。我们看曹友，你会被甩起来？要怎么甩？哎呦，曹友，你就原地甩飞就好。对，我觉得你小心哦，小曹。是，小曹，对，他踢你。Yes， 有，好，哎呦，好，可以的，曹友，你好恐怖，好恐怖。小曹真的很帅啊，身高很帅，什么意思？谢谢。你看他的嘴巴对着你，谢谢，不敢惹他，都还是不敢惹他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狼犬只要一出现，可能因为他的荧幕形象，每次都是气毒啊，或者是会攻击人这样撕咬不放，所以他一出来，其实我发现我们主持人全部往后退，大家都哦，他应该很棒哦，这样，其实大家都有点怕他，就是可能他的脸吧。哎，大家为什么说他像我老公？我老公真的长那样吗？就可能他的脸就会让人觉得说很那种很威啊，好像很勇啊，好像很神武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他会让人觉得不怒自威。反正今天就是毛小孩很开心啊，大乱斗。不用换家了，小孩小孩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哦，帅帅哇！小超帅啊，帅啊！哎呦，帅呀，帅呀！真的，外面。小曹养一只狼犬啦，不要再养米格鲁了啦。接下来我们下一组是红队，辉哥，又到辉哥是不是？哎，那他的特殊才艺是什么？等下最意外的应该会是他倒立尿尿。
他是立起来，然后就撑起来。请问是怎么发现他会倒立尿尿的？小时候我有惩罚过他，说比如说他不乖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说那罚站，那一般罚站是站着，然后我是让他这样倒倒的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说，他前脚还蛮有力的。好哦，等一下期待你倒立尿尿。这个反应好奇怪哦，你自己都不觉得奇怪吗？还是说蛮困难，蛮困。对啊，你家狗为什么倒立尿尿？咦，好啊好啊，期待你蛋蛋的表演哦。麦哥，好可爱哦。舒华要不要抱一下？舒华要不要来抱一下？哥，右手。哎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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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这个尿尿就是留尾袋做记号，那他的因为体型比较小，那人家尿很高啊，所以他要压高一点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尿尿尿到最高的地方。你好棒哦，他只是尿尿就被夸奖了。白队，你们会觉得这个才艺应该拿高分吗？我不是可以啦，因为他可以倒立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他可以就是累积他的尿意，忍住不放，最后到舞台上来才放，这就是专业的表演。太厉害了！好了，桃姐替你拉分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去吃东西哈，请入座，谢谢。他的那个白开水，不会吗？小心。这个可以给辉哥，好，这是那个苹果水果茶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又是白队了，是的，到我们了。来，欢迎这位叫做妞妞，妞妞，大只的贵宾。妞妞，他的耳朵好可爱。嗨，天哪，你长得好像樱桃小丸子的小玉哦。对啊，他是小玉，小玉。小玉。我有一个疑问哦，因为我有听说大贵宾不会掉毛，是真的，真的，超好的。那毛去哪里了？掉的话就是卷在毛里面，它不会，它不会在地上，几乎是很少，几乎是很少会掉到外面。是哦。它现在几岁？两岁半，两岁半很大只。对啊。等等。哇哇哇哇！你这、你插在那个屋檐上。好夸张！尿尿，尿尿，尿尿，谢谢妞，谢谢妞，两岁八个月的妞妞，中间请妞妞的道具声，真的，爸爸妈妈介绍一下，它是一只什么样的狗？个性很活泼，活泼，对，从小就活泼，对，很活泼。那其实，你好。应该有闻到我身上的狗味。这是你第一次养的狗，还是你有养过很多狗？我有养过很多狗，我已经养狗养了40年。哇，养狗达人，才28岁呢。对呀，对呀，40年养过什么狗？养过台湾土狗，长毛腊肠，雪纳瑞，吉娃娃。那这几种狗谁的智商最高？哦，真的，对，智商高。智商高啊？怎么知道它？你知道智商高，它有什么表现？因为。我们教他学什么，就是接飞盘啊，跳圈圈，很快就会了。真的？对。哎呦，真羡慕哎！但大概是一两天吗？一天就 OK 了。一天就 OK 了。对，一天他就会了。哦，你知道不是？我刚刚说羡慕就是视网膜。你们家柴犬，你那个才艺教多久？大概半年的时间。对，我也是差不多教到我都要打点滴了，还差点。对对对对，很难教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他有多厉害。好，来，妞妞，妞妞就先表演跳圈圈。好，圈圈好，跳，哇哇哇，妞妞，妞妞来，跳，呜呼，妞妞，跳圈圈，哇哇哇，跳。妈妈要跟他表演什么？飞盘，飞盘在口袋里。
先给他吃个零食，来接飞凡。哎，我很少看到巨型贵宾接飞凡呢。怎么样？真的，我风太大，没有今天风的关系，这个我了解，我也常丢没事，不要放心，你去。丢个飞盘来，可以，好，来哦。哦，哇，很棒，他也会。哦，你家的狗也会哦。也会。所以你丢的有比那个妞妞爸爸丢的好呢。有刚刚丢的给他降级，累成这样呢。对。要不要再丢一个出马来？再丢一次，风太大。啊，我喜欢那边呢。风，我们这里风真的太大，风真的疯了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，那你还想玩？好棒，好棒，谢谢舒华，谢谢。而且妞妞还有一个才艺，什么？护卫犬攻击，护卫犬攻击，这我们才要来挑战贵宾哦，是贵宾哦。好，爸爸示范怎么示范，还是你要雄爸配合？丢飞盘找舒华，哦，好美哦，然后说，哎，那要咬人来，雄爸。训练师也会怕狗，啥子好咬？早期本来贵宾就是这么大，只是叫标准型贵宾。对对，这是标准型的。那他们真正发扬光大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马戏团，马戏团表演表演，但也曾经当过护卫犬，所以他们是为护卫跟警戒。所以不要看到这个贵宾这么可爱就随便摸，对，因为其实会凶的很多。对。那他护卫能力如果跟狼犬比，哦，当然那个是强很多。所以后来他们这个护卫就比较少做护卫，那反而去做表演比较多。那慢慢才培育出现在这种小只的，大家玩赏型。是。但本来贵宾是这么大只。好，他太爱玩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爸爸，我们去吃饭。妈，请入座吃饭喽，吃我们的点心哦。下一组是我们红队的，而且他一进来可能就可以先表演一下，因为他跟我一样特别爱帅哥哦。他是三色边境牧羊犬。哇，直接塞奶，看到帅哥，他是女生。哇塞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差别待遇的。哦，我觉得他对我不是太友善。Go。哇哇！哎，小超。差点。我差点冲过去。你真的有反应。身体动得比脑快，对，好可爱哦！所以他等一下的特殊才艺是人狗共舞，跟他一起打武术。哦，武术的舞哦，真正难怪你穿成这样。对啊，哇，你会武术哦，好哎，期待一下。我们就让小曹直接抱，他会直接跳到小曹身上。真假的？去吧，你往前一点。西欧，欢迎西欧。西欧第一个才艺爱帅哥，抱，没有要抱，是，西欧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不够帅，谁才是真正的帅哥呢？不够帅，徐富凯、韦静、九九八，曹佑宁，看他要跳到谁手上，好来，预备备，我们要再往后，对对对，西欧，好，登地，看他选谁，谁才是真正帅哥，西欧。啊！刚刚欲擒故纵啊！欲擒故纵啦！欲擒故纵啊！是要让我们丢脸是不是？干嘛骂狗？你心情好重，莫名其妙。不用骂他，不用骂你。你走心，你走心的你。不要，我今天是凭什么要扣你？哎哎，不要这样！开玩笑，跟一只狗走什么心啊？对，来，那今天要表演什么呢？我们先敬礼好不好？敬礼，敬礼，敬礼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样怎么训练？我是用那个胶带贴在他眉毛上面，他就一直摸那个胶带。假的，一直摸的意思。贴胶带啊，夹夹子啊，因为他会想要把它剥掉。夹子他用甩的。对，他只要在比较准确的时间奖励他，就会继续做那个。哦，学起来了。所以他今天就是他的大绝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会很厉害的。还有一个弹手。好，来，好，需要预备，弹。啊，真厉害！弹，啊，真厉害！这叫什么功夫？哇！然后他可以木飞盘，木飞盘，我也是这样。接下来，接下来看，好 ，keep，
keep， 就 keep， down， 哎 ，left， 哇 ，down， 哦，酷非凡的概念，哇 ，right， 他会跑不同方 ，right， 哎 ，right 呢，转转 right 转 right， 转 right 呢，然后 down， down down down， 然后他可以咬吗？可以啊，喝喝。拔河，拔河，哎呦，很温柔，很温柔。他看到姐姐好温柔，对呀，好温柔，乖乖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太可爱了。是教，我们真正的才艺跟妈妈的穿着有关系。哦哟，中国风，中国风，对对对。哦，哎呦，幸运之星。行云流水，哎呦，闪现！哇，闪现！哇，哇，是哟，太强了，真的，已经吃了我们的。哇，这对路，这真的不是我们倒带耶，太厉害了！哇，打拳打拳，好可爱。哇哇哇哇！快点快点！哦，地板动作，啊啊！我要回去动了口腔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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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非常厉害，因为人跟狗之间的那个也太协调了。我觉得刚刚跟那个布布两只边境牧羊犬应该都帮红队加了不少分吧。真的耶，你才刚有示范这个牧羊，其实像这个边境牧羊犬最厉害的牧羊的能力就是用眼睛用瞪的，对，所以它就趴在地上用瞪，对，然后可以完全听口令，左边右边去分辨去赶羊，这样非常厉害，专业的，专业，专业。舒涵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动作？我觉得转圈跟那个弹的那个，哦，起来击掌这样，对对对，很厉害耶。那哎，他能跟别人这样就是这样一起转圈吗？不是转圈，就是那个他这样子背靠地，然后可以躺在你怀里那个，就可以躺地。可以，谁要不要试试看？舒涵要试试看，就是你坐在地上，然后他这样，对对对，那个好好运，来试，来试试，又来躺。好可爱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没有很开心？有，超开心，摸肚子，摸肚子，好开心，抱在一起，这么好，是偶像。好，我们现在找到偶像的偶像了。好，谢谢西优，你是不想起来的？谢，谢谢我们的西优妈妈。谢谢。西优妈这里还有一个。谢谢。然后我去到那个迷迭香水果厂，是他喝的吗？对，人宠都可以的，一起。太棒了！好，接下来白队还有希望吗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压力真的超大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也是牧羊犬的啦。来了，是终于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叫做一边。来握手，哦，好可爱哦！来给，趴下，趴下，啊，他滚，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！趴下，趴下，哇，你好乖，来，我敬你，我再敬你，敬你，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宝贝要回答，等一下 ，no， 不回答就没有，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宝贝要。对，小声一点，对对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它的毛剃短毛的，
它是短毛的边境，短毛边境第一次看到哎。哎，还好它的有一边是白毛里面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家的狗晚上我都看不清楚，说它现在是睁眼还闭眼，因为两个都黑的。太黑了，我觉得它很稳定。哎，它好漂亮。对，而且我它最喜欢人家说它很漂亮，真的，它有真的很漂亮啊。对，它最喜欢人家说它很开心，太爽了。对，你看，你看，它要这样走过去。你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是不是都要循环播放？你好漂亮，你好漂亮，这样也不错啊。没有啊，我其实基本上都跟他24小时来一起，真幸福哎。那今天要表演什么？今天被赞美，被赞美也是可以。然后先玩一个主持人，看可不可以排一排，好，然后这样子。他会飞过去，然后他要飞我们的背，他踩你们的背，这样走过去。好好好，来来，然后哎，评审不要闲着，来，视网膜都没有出来嘛。对啊，哎，我们很像一群奴才，有没有？一边骑，一边骑象。他们，我要上公主，一边骑，一边上，上，上，准备上。哎，小心！一边娘娘。哎，小心哦。好，好，预备 ，Go， Go！ 我是你。小心哦，等一下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小心哦。OK， Go！ 厉害了 ，Go， Go！ 好奇妙的感觉哦。小心哦。对，哎，好，对，刚刚有一个幸福，对对对，一边在叫底的感觉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他的才小才艺啦，一点点，只有小的，大的来一下，大的来，哎，也没有哎，我想要玩一些搞笑的，搞笑，大家都很认真，好，我想要请他，就是看谁袜子可以。他会脱袜子，我是长袜啦。那你是短袜吗？我是短袜。那他刚刚憋屈很久，他不想承认，很久。就是五熟啦，就是有这种同学藏在里面。是有讲好吗？就是有这种同学。来，宝贝，来帮我，宝贝脱袜子，前戏的感觉。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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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怕！不会不会，他会脱那个袜子的地方。哇，首先。哦，我一边在攻击，一边懂玩呢，你很懂玩呢。要等一下，那算了，那算了，有了，再有，有了，有了。那我的给他脱好了，我的给他脱。哎呦，他在吃脚啊！没有啦，他会脱。等一下，我错了，是那个吃脚啊。妈妈，你不要再拼了！要不然叫救护车嘛，要不然叫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！我们大家好来，请这位都可以。不能拍手，不能拍手，不能拍手，不能拍手。好，所以他的才艺到这边告一段落。他还可以，他有跟那个西柚可以跳双人舞。哦，练双人舞。他认识西柚，对，好，本来就认识嘛。来，西柚，西柚，西柚，是朋友。在热舞社认识的。对，狗界热舞社，是狗界的舞王。热舞社认识的。黑子弟。哎呦！哎呦！辣的哦！还有开始攻击主人了！还有开始攻击主人了！哇哇！刚那个同时对，加分加分！当上任务，当上任务。一边啊，现在是各自 solo 吗？各自 solo， 醉汉，各自 solo 怕了 ，solo 怕 ，freestyle，freestyle， 怕了。哇哇哇！狗都不会吃醋吗？哎呦呀！要滚了，要滚了，滚了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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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你啊！你这边滚什么？有了有了！啦啦队啦啦队！耶！哎呦！
水到这里了，关系啦，你想要当好当好，好拉拉成功，主人突然要崩溃，哎，干嘛？我算了啦，好了啦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，他们喜欢在天，好喜欢他们的表演，这个表演完全是帮红队加分啊，好喜欢这一段。好，那一边有吃的吗？有有有，谁最漂亮？人最漂亮，漂亮一边好漂亮。好，那最后来给主人。啊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好，谁最漂亮？爸爸，爸爸，谁最漂亮？好，谢谢。你辛苦了，一边跟一边妈妈。妈妈，你往前边稍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正面。来来来，我帮妈妈，我帮妈妈那个。小宝，妈妈，再梳梳。一边妈妈的才艺也蛮厉害的，就是她跟一边的互动那个过程太搞笑了，尤其是她在帮武雄还有她妈妈脱袜子的时候，那个过程非常的有趣，就是那个我很喜欢看这种好像听起来很厉害，但最后有很多放送事故的这种画面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红队的，红队的下一位选手，默默讲，默默讲，默默讲。小王，变变，变变变变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很会。听说他是电影明星。啊，对啊，就跟那个徐光汉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林光汉哥哥，哥哥，哎，为什么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叔叔？不，啊，主要是跟那个徐光汉叔叔，因为他演刘大哥。哦，有有有，我有看到，我们有去看，原来你就是木木强啊！他会的才艺很多，对不对？他主要是溜滑板。啊，可是这边都草地，这边没有办法溜，啊，好可惜哦。一个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有变变啊，对，变变，有看到那个幕后花絮。平常下班回去，他会帮我拿拖鞋，然后把我的皮鞋拿去放好。哇，哇塞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期待他的表演。好啊，默默讲，默默讲，期待你的表演哦。默默讲是电影明星哦，真的吗？演过什么电影？哪一个？最近很红的，哦，一亿的。哦，破两亿！哦，那个小曹，小曹，小曹，鬼那个。你女朋友最近那部电影叫什么？那个名字太长了。关于什么？关于什么？关于我和人家人。是。关哪？你干嘛装不懂？那超那很难讲哎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就是你哦，就是他，明星哎，就是会变变变，然后躺在地上的那只啊。哦，哎，可是杰克罗素，你有去打听一下？听说很就扎扎跳呢。对啊对啊，不然女生还好啦。哦，女生就是稳定性很高，你要教她稳定这样子，想办法要教她稳定。哎，怎么样？请问一下雄霸，杰克罗素的智商是不是也很高？对啊，他们是其实是很动态，养这种狗啊，如果没有多让它去户外活动啊，都容易心理生病，所以要经常跟它玩。会有忧郁症。一定要出去活动。对，因为它是很需要大量的运动的狗种。哦，那它大概，比如说你讲的大量，是一天要遛两次还是三次？如果以这样狗种啊，一天散步的路程啊，大概30公里以上。30公里，30很远呢。三十公里，我听错吗？牧羊犬要80-90公里。对啊，哎，没有。爬山到哪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有时候就带他去那个河滨公园，带那个宠物，他就跟唰就这样冲出去，就是有没有？他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主要就是溜滑板嘛。哦，滑板妹啊，对，真的。他每天大概溜一个多小时。每天一个小时的滑板，差不多就是桃园一直溜到台北这样子。都在中山堂那边溜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木木奖要开始表演了吗？好，我们第一个先变不变来，来过来。变不变？你可以过来，你可以过来。我过来。我们一起啊，我们一起。我们一起是不是？你蹲下来。我蹲下。然后。啊，已经在做成。变不变？没倒哦哦，很棒，没倒哦哦，很棒，这个他有情绪，他有情绪，停停停，真假？等等，你死了，都逃路，好 ，OK， 慢动作，慢动作，再一次，他的节奏哎，再一次，好，砰砰砰，哇，哎呦，这么好 ，OK， 哇，好了 ，OK， 好可爱哦，太棒。
他可以去角逐金马奖，真的，要忘记一起。入围的有，可以跟他，可以跟他讲，说叫他买晚一点打。那如果你没有讲晚一点打，他就马上就打。好，那你看看马上打好不好？再一次，你看马上打。打。哇，戏精，戏精 ，OK， 加，太胖了，哎，太胖了，小太，最近火烧，不要被骂，好了，好，去拿钥匙过来，钥匙拿过来，钥匙，来，钥匙拿过来，哇，哎呦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钥匙拿回去放好，拿过来，拿去放好，超多，拿去放好。放好，没拿去放好啊！很多人在看他这个，没，不是不是，没拿去放好。哎，他是电影明星，干嘛这样使唤我？可以叫我拿钥匙。没，木匠，木匠，来，给你吃一个。木匠，回神，回神，拿回去放好，放好，没拿去放好。啊，谢谢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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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，没有，祈祷。祈祷，祈祷，投地下去，投地下去，没祷告吗？好了，算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爸爸真的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大家都看到他在电影上精湛。好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已经很厉害。卡到草地，拍摄。我们今天场地的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厉害。好，那木木酱，你睡了是？木木酱吃饭了没有？那去带他去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桃子姐，谢谢。哎，祝节目长虹。谢谢。好接地气。今天我最有印象的是那个木木酱，因为我演戏的关系，然后我想要，天哪，狗可以演戏耶，他真的是演过电影的电影明星。他那个砰砰，然后一砰之后，我想说，他怎么没动？没有，他有他自己的节奏跟 tempo， 他是慢慢的 slow mo， 然后要蹦倒下去，然后还挣扎，我觉得太可爱了。而且他可以每一个 take 跟你来不一样的，就是给你有惊喜的表演，我觉得这是演员蛮厉害的一件事情。那你们白队现在要派出这个厉害吗？要不要杀手锏来了？他很厉害，但是他今天有一点情绪不稳定，因为他今天生理期。哦，尽量不要碰他。对，不要碰他。来，欢迎师妹。师妹。看一下，他是你。变化。他这样子好训练吗？他才一岁半。他其实我们一开始两个多月，我们就开始接触。正向教育，然后所以他是正向教育长大的，本来我们都是以他的安全感啊跟需求为主，然后他很信任我们之后，其实他跟他玩游戏啊，他都会很喜欢玩，他就觉得哇，这很有趣，就算是训练，其实算是在玩耍。我先玩鼓掌。好神奇！要玩神射手吗？来，师妹的才艺很多，你看道具就知道了。师妹，白队靠你喽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可爱哦、喔，那猎犬的那个尾巴这样竖起来。好啊，哇，啊，不错哦，师妹，不错，恢复了，恢复了。妈妈也表演得很好。哇，那好可爱哦！这边，哎，这样蜜会跳，这样大家都会跳。其实是他们自己做的。对，好，他会表演瑜伽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先让他上。好，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这个练核心的，练核心。哇！哎呀，他的脸好可爱。可爱呀！那你是瑜伽老师啊？妈妈可以不用再转圈了，真的没关系，头好晕。妈妈不太沉。他可以站在上面。师妹，你平衡真好耶，核心好强哦，非常的强。好棒啊！踢足球吗？哦，要滚球 S 吗？哇！师妹，哎呦，师妹靠你了，好可爱，还会走，走，师妹好可爱呀。
球吗？哦，要滚球 S 吗？哇，师妹，哎呦，好可爱，还有那手，师妹啊，可爱呀，请帮师妹加分，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怎么样？试完我觉得这一组怎么样？嗯，我因为他又加上他自己又有生理期的关系，因为之前柚子期生理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活动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很了不起。没错，生理期辛苦了。宝宝还有是？还有最后一个，好，最后一个来，哎呀，哇，哇，好可爱哦，休息。像是那个星光大道都在可以找，哇，都是以后，都可以找，哇，都是以后。结构术本来早期啊是这个一般的贵族在比赛狩猎的，所以他也是要拼速度的，好抓动物的速度的。那因此在做这些飞盘啊游戏的训练，其实对狗狗来说是蛮不错的。那它让它可以跟大自然可以更接近，可以玩得更愉快。尤其像四妹，她年纪很轻啊，还可以做很多的这高难度的表演，是真的蛮厉害的。接下来又是红队啦。红队凯莉妈妈 ，Kelly， 糖糖，糖糖，快！抱妹妹，抱妹妹。拿笨鸡，他的名字叫 Kelly， 他是边境牧羊犬。哎，他很会撒娇哎，坐，爸爸，爸爸，哦，真是冲撞。等等哦 ，Kelly， 祷告，先祷告，先祷告，祷告才能吃，祷告。先祷告，有了，刚刚有了，所以他等一下那等一下的绝招是什么？量体重啊？他会量体重，你跟他讲量体重，他就站到体重机上面量体重。哦，好了，期待你量体重，看你几公斤哦。哦，好哦，哦，你要休息了是不是？嗨 ，Kelly。好热情，Kelly。哎，通常我们看到那个主人跟毛小孩那根牵绳，你就知道主人过的是什么样的路。是不是他都常很暴冲？是还好。你们都直线的这样子拉的这样，你去遛他的时候，他会这么兴奋吗？还好，因为我其实他。还好，他已经没有别的事了。在妈妈的心中，小孩都是最乖的。哦，那所以他最擅长的是什么？他最擅长，他会量体重。哦，量体重，对。所以他如果太重，他会尖叫嘛？是还好。像哭跟女生一样那样子。Kelly， 请问一下，熊爸，这个行为其实也很难吗？一般来讲都是，主要是这个情境，现在在这种情境能够做到是比较困难。哎，他这样这样子，对对。然后呢，他还会表演什么？来，套圈圈，套圈圈，好 ，OK， 等啊，好 ，OK， 等，等，套圈圈，哦，等啊 ，OK， 等，套圈圈。不要，而且其实训练狗就是要不断的重复。Kelly， 有耐心。套圈圈，最后一个喽。Kelly， 套圈圈。哇，对，好棒！对，哇 ，Kelly 好棒。Kelly 妈，你自从养了它之后瘦了多少？这个体重是在量你的吗？是不是？我其实养了它之后，我觉得我身体真的有变好。真的对，每天都一定要出门，而且都追不到他，是吗？我是觉得还好了。我觉得像舒华养的是小型狗，就比较不会说很难控制，对不对？嗯，可是很冲哎，真的。对，那你怎么办？跟他们也是跟刚刚一样，他们遛我啊。哦，下，然后就去教学，下下雪橇这样，蛮省力的啦。OK 呢 ，Kelly， 谢谢你哦。接下来换我来喽，排队。来，我们是柴犬哦，我们的柴犬，柴犬，我跟你讲，涛姐你一定会哭，真的吗？因为一比较，你会觉得说这一只柴犬太聪明，它不可能是柴犬，它是柴犬，让我们欢迎欧腾黑糖。
去的是他什么？那柴犬脸就很无辜，有没有？而且没什么表情。来，走，喂，哦，柴犬吗？柴犬吗？你今天，哎呦，你今天这一梳是特地去买的？对呀，对呀，因为要参加节目，要有，还有蕾丝，还有珍珠呢。对呀，哎，你要去参加那个女团的呢？别闹，真的。主力团。哎，它这个柴犬其实这个毛长得很好，它这次。对啊，在台湾其实柴犬很怕热啦，所以都要注意的潮湿温度的问题。哦，好，那请问它会什么？黑糖，它就是会数字按铃，数字按铃哦。对啊，好来试试看，数字，这有智商的喽，这有去上过数字的，很好。来，来，坐下，快点，坐下，来，坐下，好吧，这就是柴犬的智商。你笑得很自信哎，对，都是这样。二加二，快点，二加二。有人要告诉他答案噻，他回答，来求救，好，来看这边，看妈妈，2+2，快点，快点啊，糟糕了，看来他是只正常的，果然对，他有柴犬的专长，没有他被影响了，来，这边，2+2。我不相信，再问一题难一点的。看妈妈，我跟少萌看就觉得3+4，哇，3+4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有没有？太漂亮了，有没有？5+5。你过来看，它的爪子超可爱，你再试一题吧。它很好笑，它的手真的会挺哎。看妈妈，再来3+4，3+3。没有，还临时改题他，对，他跟他说的，临时改题他，他不会是这样好。出来，对，他是看什么？我要怎么弄？好，3+3。差两个，他想一下，他想还是很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等下，我想问一下视网膜此刻心里的感觉是什么？柴犬界的救星，形象就靠他救了。对，而且他们其实，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先有点故意不想要配合，对，想要表现。哎，可是刚刚那个情形在家里应该没有过，就是答案是6，他按4下，然后有人望，他就看他一下，他会分心，然后再补2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对，他就是容易分心呐，分心他就你一定要让他去读 EMBA 啦，下研究所，他有这个智商太厉害了，谢谢。其实进这个节目以来，我对狗狗其实不熟，但是每一集都一直被灌输说柴犬是一个很难教，然后智商很低。就没想到今天那个黑糖是算数，就是他按了4下之后，然后突然被别的狗狗的叫声吸引走了，然后本来以为就失败了，就没想到吸引完之后他回来再补了2下，我就觉得这太神奇了，就是你竟然还有在记得这一题的数学题，然后并且是还完成了这一题，并没有被中间的那些事情吸引走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黑糖真的是让我们对柴犬全新重新的改观，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接下来红队的是红队压轴了，压轴最后一组拿铁。哦 ，Hello 拿铁。感觉他就是非凡高手。那他绝招是什么？他会站着耶，好 Q 哦！站到肩膀上，你说像猫那样站在肩膀上，认真对，要肩，你要站好久。对，他好像胡蒙，真的很像胡蒙哎。Yes， 等 ，OK， 好，等哦，可以耶。好，拿铁，我们等一下期待你的表演。来，那天跟那天妈妈中间是谁？好，开心了。他最喜欢飞盘。
好狠！哎，他有得过冠军是不是？对，他有去比那个台湾飞盘狗协会办的比赛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飞盘都会有一点点出尘，是因为这个风太大。对，但现在海王还好，你赶快丢，好不好？好，抬脚，抬脚。Yes， 预备动作。有，好 ，spin， 这个 spin， 就是就是。哇，好聪明哦！哇，好聪明哦！哇，可以了，拿了，哎，还去评审那边等了一下，等哦，等哦，等哦 ，Go！ 哇，帅帅帅帅帅，好帅啊！帅！哇，动作好快哦，属于短小精干型，真的。小钢炮，小钢炮，哦，接到，耶！帅帅帅帅！好帅啊！帅！哇，好利落啊！属于短小精干型，真的。小钢炮，小钢炮，哦，接到。耶！还好人家下班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他在管理。好可爱啊！哇塞，拿铁电话机。你的小短腿这么厉害啊！对啊。真的是，哇哇哇哇哇！不愧是冠军，哇，厉害哦，耶，差不多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帅哦！熊爸，杰克罗素智商也很高吗？对他们其实有一个外号叫跳狗，跳狗，对，就是很爱跳，然后玩这种动态的是非常好，因为他们是梗犬啊，其实他本来是要抓兔子啊，抓老鼠，对对，然后挖洞。来，谢谢，谢谢妈妈，谢谢，谢谢拿铁。太可爱了，好，可以先到那边用餐。好，谢谢。最后一个就是要压轴了。对对对，我们白队。白队压轴。压轴是？你确定？是，确定。也是杰克罗素梗。哦，欢迎一路。不可以跑，不可以偷跑。啊！六，去，很累了哈，好棒。一路，一路。好可爱，好他喜欢这美哦，一路喜欢玩球，喜欢玩球，从小到大丢球，他认球不认人，认球不认人。对啊，你们任何人丢他就认球，对啊。我要脱衣很方便啊，球给人家，然后我就可以真的哎，来，哦，有小钢炮，来，小钢炮，好乖，好乖。一定要带回家，一路带你回家，一路带你走，好不好？一路跟我去环岛。哇，那大姐姐带回家就一路行。耶 ！OK。他看起来很严肃哎，对啊，他跟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压力很大。狗还是会有天生的个性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每只狗个性都不一样。哇，他表演，他表演，他表演，来，爸爸就来吧，今天表演，对对对，好帅，好来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别人家的狗都好厉害啊，真的。别人家的孩子不用的，学习都很优秀。来来来，我东西喂他吃哈，给他一点奖。长这样，好厉害。哎，这个我都没办法做到，厉害了哈。一路 Oh my God， 一路 Oh my God， 一路 Oh my God， 真的是一路 Oh my God， 这狗真的好棒，好棒，厉害啦。很喜欢球，除了这种大球，他是不是也喜欢小球？哦，小球他还是喜欢啊。小球，一路爸爸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看电视的有很多主人呐、啊，像他们也很好奇说，这怎么训练来？一开始怎么教？哦，一开始就是我会让他定点，先让他喜欢指定动作的时候，我再拿个小圆板凳，对，然后再拿一个大圆板凳，就让他。
巨高，练巨高。哦。啊，练到巨高的时候，再开始用球去固住。一步一步，慢慢练。啊，就一步一步。这样，啊，就让球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好，那你下一步想训练他干嘛？啊，就是走钢索吧。会走钢索？不会啊，就是他狗生快乐就好，看他喜欢什么。哎，然后日常生活中他对什么有兴趣，再去发掘他。好，那也非常谢谢你们表演，我们要送给他三盒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手哇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很二哎，开始喽！来，左手帮我们准备吧。等一下，要稍微，哎，那个掉下去了。哎，你真的好好笑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。小狗，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包袱的一个女人。对啊，因为很多你不用别讲，男艺人都有包袱，会怕，他完全没有包袱。是嘞，所以公司很怕。公司命只能认了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好认命，就是不要想太多。淑华，先说你个人最喜欢的有哪几？印象深刻。妞妞，妞妞，丫贵，巨贵，巨贵，还有柴犬。刚刚按蔡明的那个，会算数学的。但请问一下，淑华，你回去会最想训练你的狗，接下来学什么？这个，交叉，跟你这个交叉，对对对，这个。接下来会看到那个 G Idol 是有狗跟他们是吗？是不是各有一个舞步这样？那你们三位有答案了吗？其实今天这个人很多啦，所以可以感受得到有些狗狗今天可能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，但他们都很厉害。只是说真的有让我觉得惊艳的，可能就是红队的布布，然后红队的西欧，对，还有白队的黑糖，还有白队的四妹。跟刚刚那个接飞盘的拿铁也是红队，所以我自己的话会觉得，今天来讲应该是红队略胜一筹。你觉得是红队？红队，那你是红？我印象也是红队，印象是最深刻的。白队有一个一边妈妈拉了很多分数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妈妈，一边妈妈是19啊。我以为是扣分呢，他笑得最开心的，应该太好笑，感觉来闹场。所以你投的是白队，红队，红队，红队两票，没关系。淑华，你的一票有十票，没有关系。麻烦你了，淑华。我应该投白队。为什么？你被谁吸引了？其实因为我一直跟白队互动。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就是风和日丽，然后再来呢，其实我觉得主人最大的心愿，像刚刚最后那个爸爸还有讲，就是让他狗生快乐就好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才艺，我们都很感谢，因为今天大家这样不远千里而来，而且每一只狗都好开心，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是，然后也谢谢膳食组，也谢谢武雄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评审组，谢谢我们的熊妈，谢谢淑华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你为什么我每次到府服务都很冷？哇，男神果然是男神呢！哎，我朋友们好，欢迎。哎，为什么小乔不见了？他去健身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对，去健身。你真的跑来健身哦？哇，真的很赞哎，很好用的。我们前面客人要抓紧时间，因为最后面有一只大魔王。大魔王，今天是大魔王。你们在干？哎呦，我感受到他真的生气。
什么？好笑！大家反应超快的。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他刚刚踢到我手而已。舒华，你今天对哪一只狗最有印象？是它，哎，因为它很稳定。你最喜欢它？它很稳定，所以我吓到。啊，是哦。然后后来看它的资料，它是冠军。嗯。然后觉得哇，真的是最名贵的。哇，哎呦！哎，它超小只呢，超厉害的。对啊，会不会想要养一只这个？我想养好多只。想养很多只。我已经好难得看到你这么害羞，很尴尬耶。因为平常都是有在 follow 他们啊，他们只要一出歌就立刻追的那种，所以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看到他，人家还说不会，那真的不会，刚会乱跳，可爱，应该不会，然后大跳特跳，也没有大跳，我不敢在他面前大跳特跳，太糗。因为近距离看到他会吓到耶，很美，真的会吓到，雪白的美。我就是肤浅。爱上明明人笑脸，不管多危险。